堪布您讲到佛菩萨再来轮回度众生，没有痛苦，只有快乐。那么很多高僧大德他们视线生病，他们有痛苦的感受吗？这要看这个啊，我们的高僧大德，首先是高僧大德的定义啊，是什么？什么叫做高僧大德？如果说的是菩萨，比如说一地以上的菩萨啊，如果我们能够，比如说某一个高僧大德生病了，如果我们确定他是一地，他的境界已经是一地、二地、三地这样子的菩萨，那他肯定是没有痛苦了啊，这个完全是可以确定。如果啊，高僧大德，我们平时说是高僧大德，但是呢，他的境界呢，内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一地以上的这个境界啊，在一地以下啊，是有一些这个境界啊，但是呢，还没有达到一地的这个水平标准的话，那会有一些痛苦的啊，高僧大德也会有痛苦的啊，因为高僧大德那他也会有啊，他也会有过去的这些业啊，这些业就会过去早的业，现在也会有影响的，所以这个要看啊，这个我们不要看这个高僧大德这四个字，就是要看他们的境界啊，然后再来判断到底有没有生病啊，就是这样子。